国福州情感联谊会成立两周年纪念仪式。成立这个会的宗旨是服务乡亲，为乡亲们服务，为祖国和平统一做出贡献。嗯，谢谢大家。好，我们想请到我们财经的我们的各位财经贵宾。
各位起立，因为我们要奏响中美两国国歌。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cooperation.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欢迎大家来到美国福州浪琴琴根联谊会周年庆暨职员就职典礼的现场。Welcome to the celebration gala for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American Chinggen Association and also the staff inauguration ceremony tonight.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早早。I'm your host for tonight. My name is Zhao Zhao Wang. And if you don't remember that name or cannot pronounce it, call me beautiful. All right.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第一个环节了。相信大家刚才都看到了，我们的活动当中呢，有一个人他非常的活跃，也非常的辛苦，正是因为他，我们今天的活动才成为了可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美国福州浪琴琴根联谊会的会长江富春会长上台致辞，让我们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嘉宾、朋友、敬爱的父老乡亲、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正值春暖花开、生机勃勃、万象更新的美好之时光，我们美国福州浪琴琴根联谊会周年庆及职员就职会，今晚在金华亭大鼓楼隆重举行。值此之际，我谨代表北部会的全体同仁，向引领今晚盛会的嘉宾、朋友、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大洋彼岸的家乡父老、兄弟姐妹，表示亲切的问候。本人深感荣幸，承蒙乡亲们的厚爱，被推选为琴根联谊会创会主席。我以最严肃、最谦卑的心情接受全体乡亲的委托，誓言将竭尽全力与全体同仁团结乡亲、服务乡亲，凝聚全体旅美乡亲的力量，积极发展会务，为乡亲们做好事、办实事。尽心尽责完成使命。回顾创会一周年来，我们全体同仁牢记创会宗旨，爱国爱乡，团结和服务乡亲，竭尽全力为乡亲排忧解难，团结兄弟社区，紧密配合社区公益活动，坚决拥护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努力为中美两国友好关系做出应有的贡献。过去一年，在全体同仁团结同心协力下，我们获得可喜的成绩，在扶持贫困的乡亲渡过难关，我们也取得可嘉的成绩，也深受家乡父老乡亲的赞扬。今年我们理事会正准备购置房产作为原址的会所，让乡亲在纽约有个固定的家，并努力把我们会务做得更上一层楼。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江富春江会长慷慨激昂的致辞，谢谢您。
那刚才他也提到了，他虽然我们是身在美国的华人华侨，但是呢，我们也心系我们祖国的同胞。那接下来要致辞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最好的代表。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请上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我们的李青领事。大家晚上好，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严鹏领事来出席今天的活动，首先代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祝我们这个勤耕联谊同乡会周年庆取得圆满成功。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还是像会长一样跑前忙后，就是我们的亚总会的主席单庄会长，因为我们勤耕同乡会加入了我们亚总会，为我们亚总会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增添了新鲜的力量，向大家表示感谢。那么我也想说两个字，代表今天这么一个活动。首先，一个善字，善字是我们亚总会为我们社区行善心、行善举、善作善为，为我们海外华人乡亲维护权益、促进中美交往、促进和祖籍国的联络做出了贡献。那么我们也代表领馆向我们的亚总会表示感谢。那么接下来我还想说一个勤字，也就是我们勤耕同乡会的勤字。中国有句古话叫一勤生百善，勤能致富，勤能让我们的孩子的教育进步，勤能让我们取得很多的成果。那么今天我们勤耕联谊会成立了，相信也能够为我们亚总会的平台里增添新的力量。在这个平台里，我们勤耕联谊会能够为乡亲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也向勤耕联谊会表示致敬和感谢。那么我也顺路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或者说明一下领馆的侨务领事的近期的活动。侨务领事除了参加我们的侨宴以外，还要参加社区办证，那是后天就要在我们亚总会来做这项活动，为我们海外的华人乡亲提供服务，还要联络乡亲们促进和祖籍国的交往。刚才我们看到了勤耕家乡的发展面貌，我们领馆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会找机会各种场合和大家增进了解、增进联谊。所以说呢，有参加不到的会，望大家都谅解，好吧。那最后呢，我们也祝在座的各位乡亲，祝我们的长辈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如意，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青领事带来了从祖国母亲那里最温暖的祝福。那今天呢，我们的李青领事和严鹏领事两位领事出席我们的活动呢，这就是对我们浪琴勤耕联谊会做出的努力最好的肯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职员就职典礼的环节了。首先呢，我们要请上的是我们的荣誉总顾问江爱莹先生，为我们的会长江富春会长授印。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啊，对于任何一个会来说哈，这个会印呢非常的重要，象征的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权利。那印章的交接也象征着这一份义务、这份职责的交接。来，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江富春会长，希望您在今后的日子里带领着我们福州浪琴琴筝联谊会越走越好，希望我们的会务能够蒸蒸日上。好，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的李清和严鹏领事二位的见证，要请上的，哎，请大家留在台上啊，留步。哎，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我们执委会的各位，我们要进行宣誓就职的环节。福州浪琴琴筝联谊会职员就职典礼宣誓词。宣誓词，我宣誓，我宣誓。严格遵守本会章程，严格遵守本会章程，爱国爱乡，爱国爱乡，服务乡亲，服务乡亲，忠于职守，忠于职守，团结进取，团结进取，为中美两国友好做出重大贡献。为中美两国友好做出重大贡献。宣誓人孙连旺、江富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颁发聘书的环节。理事长江勉林、第一朝副会长刘志宇、总顾问江长照、总顾问江长挺、副理事长江省、副理事长杨飞鹏、秘书长江涵、秘书长刘德富、常务副会长叶建新、常务副会长江进举、常务副会长江富德、常务副会长江延安、常务副会长江进胜、常务副会长江勉红、常务副会长江一帆、常务副会长江典旺、常务副会长陈建国、常务副会长江光华、常务副会长江长流、常务副会长江前章以及常务副会长江李翔。好，请刚刚宣誓就职的同时呢，我也念到名字的各位来到我们的台上，将由会长为您颁发聘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江富春会长发出我们的奖牌。好，来，我们的第一块奖牌要送给副理事长江晓。来，有请我们的江晓副理事长来到台上的江晓。好，那么接下来这一些奖牌呢，要送给时代石材瓷砖批发公司。好，感谢我们的时代石材对我们本会的大力支持。好，接下来这个奖牌是送给福马设计印刷公司，来，有请。好，接下来要请上的是美国浪琴农琴联合总会。好的，我们下一份奖牌送给顺丰装修公司的江典鹏先生，来，让我们有请。好的，那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江会长呢，是代表本会为大力支持我们的各位送上了一份感恩的代表，感恩的一个 token， 那就是我们的奖牌。那说到大力的支持啊，今天呢场前场后有一个人是身体力行的在支持我们浪琴琴筝联谊会的活动，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有请亚总会的会长，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陈善庄。尊敬的我们琴筝的各位乡亲，尊敬的江富春主席，尊敬的我们九龄馆李清女士、严美女士，各位嘉宾晚上好。今天我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陪同大家琴筝乡亲聚在一堂庆祝琴筝联谊会两周年庆典晚会。让我仅代表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祝我们琴筝联谊会会务昌盛，更上一层楼。在这里我看到我们琴筝呢也是浪琴的，在去年也是在这里，我仅仅看到我们的兄弟相机马路的一个
努力自己的生意，但是为了家乡建设，为了国家的统一，来我们的社区事情做了相当大的努力。虽然是两年来，我们亚运会离不开我们出征文艺会的支持。另外，我们江湖中也经营人在社区上虽然是短短两年时间，但是在每个生意事业上给我们重建的所有的乡亲都是拼不出来的。希望通过这样的联谊，我也他刚才也听到了重建联谊会筹款在这里支持自己的会址，是相当相当不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可以预祝他这次会址脚力实现，也预祝我们所有的重建乡亲身体健康，生机蓬勃。也谢谢各位的今天为他们的来到这里支持，也感谢各位的来宾祝新年拜个晚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有成，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上的这一位，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应该也已经非常熟悉了，他就是我们福建美国福建浪旗同乡会的会长，让我们有请江磊会长，掌声有请。尊敬的江户川主席、李青、袁鹏女士、陈善川主席、各位来宾、群众的父老乡亲，大家晚上好。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本人十分荣幸应邀参加今晚的盛会。我谨代表美国福州浪旗同乡会全体同仁，向美国福州浪旗群众春联谊会举行隆重庆典，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群众联谊会以女美的中青年为主体，它是原浪旗群根村青年会的观察与研习，充满朝气，充满活力。你们继承可挖洋的群根村并以群为本、群根为家的优良传统，努力奋进，建树有成，是一支不可估量的中坚团队。我们希望群根联谊会继续以服务女美乡亲和归巢归眷为宗旨，为侨胞提供信心和机遇，在社区大路中里经过锤炼，必定成为一支虎虎如生的精英团队和屹立社区之林。乡亲们，婚旅人生淡然相处，历史变迁紧随左右，群根村联谊会今天的发展和充实离不开你们的责任的担当和付出，希望你们牢记初心，不忘使命，携手共进，再创辉煌。永远记住，服务乡亲、造福三子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最后，祝福群根村的父老乡亲，祝福今晚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谢谢大家。其联合总会的主席江进敦，让我们掌声有请。尊敬的江副主席、主持人、各位来宾、各社区侨委、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今晚品酒楼已来的美国浪旗群根联谊会成立周年庆典晚会。首先，让我代表美国浪旗农旗联合总会全体同仁，向各位成立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浪旗岛位于岷江口，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大岛，水陆交通方便，风景优美，人杰地灵，建筑华丽，是福州出名的一个侨乡。美国浪旗群根联谊会周年来，在江副总主席的带领下和成立职员的共同努力下，为女美乡亲服务，对社区和家乡做出贡献，团结各兄弟侨团，积极参加
射转割下爱国魂，对中美友谊发挥更大的作用，会有不断发展壮大，赢得下去肯定。与本会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对本会的发展影响很大。同时，我深信陈江会在张富忠主席的带领下，和陈江会全体会员支持和帮助，能够把会办得更好、更强大、更出色、更完美。最后的祝美国浪姐陈江联谊会会有蒸蒸日上，并祝大家祝福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家庭幸福美满。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美国福州浪姐红光联谊会的主席陈宜昌主席，让我们掌声有请。尊敬的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李金严鹏女士，尊敬的夜总会陈善庄会长，尊敬的浪琴同乡会会长张磊先生，尊敬的浪琴同乡会张富川会长，各社区侨邻嘉宾朋友，亲爱的秦根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今晚本人深感荣幸来出席秦根联谊会就职典礼，请让我代表美国福州浪琴红光联谊会全体同仁向张富川会长表示衷心的感谢与热烈的祝贺。张富川会长当选首任会长是众望所归，坚决维护祖国和平大业，为中美两国努力而献上一份努力。最后祝秦根联谊会会务昌盛，会务蒸蒸日上，也祝在座的乡亲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有成，谢谢。那说到福州人，大家都有一个印象，第一个就是团结，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非常的重视教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上的这一位就是美国武装教育基金会的主席林清勇主席，让我们掌声有请。尊敬的秦根联谊会江富川主席，尊敬的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李青女士、袁鹏女士、陈善庄会长以及浪琴同乡会的江磊主席，各位来宾、各位父老乡亲，大家晚上好。今晚很荣幸，也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相聚在金黄金大酒楼，一起共同来祝贺美国福州浪琴秦根联谊会周年庆典暨学员就学典礼。首先，请让我代表美国武装教育基金会向秦根联谊会江富川主席以及全体同仁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也祝愿我们秦根联谊会能够在江富川会长的带领下，更好的团结乡亲，服务乡亲，为我们浪琴家乡的公益事业多做贡献。也祝秦根联谊会的会务蒸蒸日上，今晚的庆典圆满成功。最后，祝在座的各位嘉宾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安康，猪年吉祥如意，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本会的第一常务副会长刘之宇会长为我们致辞，让我们掌声有请。尊敬的嘉宾，李女士跟严女士，朋友、长辈、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好。今晚非常的荣幸与在座的嘉宾、朋友、父老乡亲们聚
方俊堂庆祝美国福州浪琴琴歌联谊会新成员就职周年庆典活动。一年来，琴歌联谊会的同仁牢记秉承创会宗旨，爱国爱乡，服务乡亲，在兄弟社团帮助下，在乡亲的支持和全体同仁的努力下，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但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更上一层楼。浪琴琴歌联谊会是中美乡亲的互动交流平台，是侨胞们的友谊之家，为家乡的乡亲排忧解难。希望以后我们的联谊会的全体同仁在江会长的带领下同心协力，团结合作。最后祝晚会圆满成功，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有成，谢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实际上，刚才我们的第一常务副会长也提到了，我们提到了年龄哈，我们讲到七零后在为这个会做出巨大的贡献。那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的老一辈，我们的那些百岁老人们。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几位，两位老寿星，由本会呢为他们发放红包。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老寿星陈居弼和江。花香，有请我们的两位老人。我们中国人都是非常的看重我们的长寿啊，我们的两位老人呢是百岁老人陈居弼，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百岁老人江花香。两位虽然是已经年过百岁，但是精神仍然非常的好。来，我们的两位老人会来到我们的台上。有请我们的两位寿星。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寿星落座。健康长寿就是福，我们的美国福州浪琴，我们的琴歌有这样的两位老寿星，两位老福星。来，观众朋友们，我们用掌声祝愿两位老人能够长长寿寿，能够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笑口常开。琴歌联谊会送上的一块牌匾，来，我们请上我们的福州浪琴中学九三届二班的我们的全体同仁们来到台上，好吗？我们一起来合影留念一下。来，有请，有请我们浪琴中学的由江富德和杨飞鹏二位送给我们的福州浪琴琴歌联谊会，二位好兄弟，我们的江富德和杨飞鹏两位好兄弟送给我们的浪琴琴歌联谊会的，来，有请二位。我们本次的活动呢，也得到了各方的高度的重视，我们收到了很多的贺信和感谢信。常务副会长江进举上台为我们宣读上级管理区的贺信。谢谢大家的大家。下面我代表那个福州马尾军大学的上级管理会的贺信。美国浪琴琴歌联谊会苏西贵会一周年纪念职员就职典礼将于3月18号隆重召开，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并通过你们向以外乡亲朋友表示良好的祝愿。一年来，在联谊会倡导下，各位乡亲团结协作，积极参与侨社建设，为弘扬中华文化、维护侨胞利益、提升三级教育乡里面方面做出卓越成效的贡献。希望您在军人联谊会在江户村会长与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继续加强与家乡联系，努力构建和谐建设，为广大同乡提供一个联系感情。
成功祝愿联谊会国会黄龙参政福州市马尾居让起镇上级管理会委员会，谢谢大家。尊敬的父老乡亲们、贵宾们，大家晚上好。现在由我来宣读一份来自福州市马尾区让起镇归国华侨联络会发来的一份贺电。贺电全文如下：美国让起群山联谊会新区贵会一周年庆典及新成员就职典礼，于三月十八号在布鲁人金华亭大酒楼召开，仅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女美乡亲表示良好的祝愿。联谊会一年来团结众乡亲，维护侨胞权益，情系乡亲，为家乡做出很大贡献。祝愿联谊会在江户村会长与全体会员共同努力下，团结广大侨胞，造福乡亲，为家乡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请上的是我们的秘书长江涵，他要为我们宣读的是秦根村委会的贺信，让我们掌声有请。我谨代表本村村委会宣读村委会的贺电。新席会会一周年庆暨新职员就职典礼于三月十八号在布伦金环亭大酒楼召开，仅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并祝女美乡亲表示良好祝愿。联谊会一年来团结众乡亲，维护侨胞权益，情系乡亲，为乡亲做出成效以及贡献。祝联谊会在江户村会长及全体会员共同努力下，团结广大侨胞，造福乡亲，为家乡建设做出应有贡献。祝大会圆满成功，祝联谊会兴旺发达。福州市马尾区让起镇群根村委会，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常务副会长江前章，他将为我们宣读的是让起江氏宗祠理事会贺信，让我们掌声有请。尊敬的嘉宾，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来宣读一下福州市让起江氏宗祠理事会发来的贺电。贺电如下：各位来宾、各位侨胞、乡亲们好，今天是大好的日子，大家欢聚一堂，庆祝美国让起群根华侨联谊会诞生一周年纪念。过去一年，美国让起群根华侨联谊会精诚团结，互助互爱，共谋发展，服务侨社，为两地乡亲加强合作，携手共进的大好开篇。我祝愿美国让起群根华侨联谊会在江户村会场带领下，手牵手，心连心，携手互助，蒸蒸日上，迈向更新的旅程。我代表上级将是忠诚联事全体理事，向美国让起群根华侨联谊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所有联谊会乡亲表示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的祝福，祝贺美国让起群根华侨联谊会周年庆典圆满成功，祝大家万事如意，事业发达，阖家欢乐。上级将是忠实联系理事会，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一位呢，要为我们宣读的是秦根村老人协会2018年的感谢信。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会为我们的百岁老人送上祝福，那我们的老人协会呢，也对本会有所表示。让我们请上常务副会长陈建国，他将为我们宣读秦根村老人协会的感谢信，让我们掌声有请。大家晚上好。我代表本村老人协会贺电。尊敬的美国让起群根联谊会全体成员，你们好。你们热心关心爱护我们老人
工业事业向老人协会捐献资2000美元折人民币12700元。你们这种尊重老人热心工业事业的精神可嘉可贺，深爱老人，深爱老人们的和广大群众的赞扬。为了都向你们表现衷心的感谢，并衷心祝福你们联谊会越来越壮大，亦祝福你们在美国事业发达，万事如意。最崇高的敬礼，湖州保卫难题勤耕联谊老人协会2018年2月28日。谢谢大家。尊敬的各位嘉宾朋友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我现在第一份感谢信来自湖州市马尾区南堤镇勤耕村老人协会的感谢信。感谢信内容如下：尊敬的美国南堤勤耕联谊会全体成员，你们好！你们为了使我村老人协会兴旺发达，创造老人们安度晚年的优美环境，特向我村老人协会献资2000美元，折人民币13500元。你们这种关心尊重老人、热心公益事业的精神，可嘉可贺，受老人们的和广大群众的赞扬。为此，特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衷心祝福你们事业发达、企业兴旺、阖家平安、万事如意。致以崇高的敬礼，湖州市马尾区南堤镇勤耕村老人协会，2019年2月10日。谢谢大家，各位嘉宾、各位乡亲父老，大家晚上好。尊敬的美国勤耕联谊会，我是南堤勤耕村民叶家欢，因为近50岁的儿子张强子突发疾病买生病，现在湖州市县国医院医疗费十分不够，因为家里困难无力承担病房医疗费用，感谢美国勤耕联谊会爱心人士的帮忙，我儿子治疗费用用我美国医院经济的100元，折合人民币15500元，另加每月1800元，红包人民币13300元，给咱全家衷心感谢，也热烈的敬意，捐款善款，谢谢大家。掌声有请理事长江典林致谢词。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李青女士、严培女士、陈善庄主席、张雷主席以及各界侨领，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金华林大酒楼参加我们勤耕联谊会周年庆晚会，我谨代表联谊会全体同仁向今晚出席的侨界领导、师弟侨团、父老乡亲以及各界朋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最诚挚的问候。当年的我们同根一方土，共赢一江水，现在同在大西洋彼岸欢聚一堂，我们这一代继承了祖辈的血脉，性格豪爽、勤奋努力、人才济济、抱负远大，离开故土在外面创出一片天地来，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成绩。我们下一代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也让老一辈看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希望，团结向上，积极进取，春意浓浓，情意浓浓，
让我们大家记住这美好的时光。在这里祝愿父辈们健康长寿，祝兄弟姐妹们享受生活，儿孙辈们快快乐乐，祝愿我们的联谊会大家庭人丁兴旺，千秋万代幸福圆满。最后祝大家通过本次周年庆，在交流中互帮互助，联系到老朋友的同时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在此谢谢各界朝堂和各界朋友赠送花篮、贺匾、礼品以及贺信和贺电祝贺，为庆典晚会增添了光彩。最后祝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祝福每一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对情恩联谊会的支持，感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各位执委会的成员来到台上，我们要进行敬酒的环节，也表达我们对各位在座的来宾，包括我们的情恩乡亲们的感谢之情。来，让我们一起来共敬三杯酒。首先祝我们的中美友谊锦上添花，祝我们的伟大祖国经济繁荣、科技先进、民富国强、勇攀世界高峰。第三杯酒，我们要再祝我们的美国福州浪琴情耕联谊会会务昌盛，祝各位在座的侨胞朋友们身体健康，猪年大吉，干杯。让我们掌声有请。Thank you.
海海甘需要拢了解，有时啊清醒，有时清采。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哪卖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开工嫌车无够怕，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吃，嫌某想歹看。驶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拼扫，食甲想好，惊细仔狗，水某会跟人走。